Hello，大家好，本次就来做手抽的推荐吧。在这些角色里面，并不是每一位角色都有在卡池里面的，有一些活动角，是特别强势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 T0 角的部分，T0 角，这只龙之力那只，还有米拉姐，这两只并列为 T0 角。如果是以坦克的来讲，这一只也可以当做是 T0 角了。那可以看一下，目前的卡池活动，就有这只铁影龙了。那它一样会纳入卡池里面，当然在一般卡池是找不到这一只的。那同样的，其他的 T0 角也多半都是这种模式的。那么去除掉 T0 角的部分，首抽大概就是只能抽这卡池里面。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PVP 跟PVE 的部分，艾露莎这只角色算是并列为 T1 角啊，这只是蛮推荐的。再来就是这一只啊，巴格斯或者是拉格萨斯我个人是推荐这三只的。当然，如果是以强悍的辅助比较多人在用的，就是一夜了。随着每日登录会送你温蒂。还有杰拉尔，还有吉尔达兹这三只其实透过每日登录就会赠送的，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首抽艾露莎。从竞技场的部分来看像那只这只角色几乎在竞技场都看得到，所以如果你是氪金玩家，或者是有活动卡池。有龙之力那只的话，千万别错过这一只哦。那像杰拉尔这一只角色就是因为透过登录会送嘛，还会再送你碎片，养成是相当容易的。那么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